系喎，自备军定考到噶？一位就系我哋位老板。跳得唔错，唔顶佢跳似嗰啲嘥咗啲啦。多谢老板。乐与苦，我都记住。幸福痛苦，共行和共安，才令我有点期待。老板，从前人翻晒啦，好翻晒噶啦，可以跳得好噶啦。老板都是想帮我啫，咁样佢珍惜佢自己。你知唔知你自己越跳越差？我要帮海棠揾一个最好嘅工作，帮社工，可以嘅时候升一个歌舞。所有嘅嘢都系我控制之内，海棠，你一定可以帮我省靓钱。一升就算上，我一样会接三个。十几蚊一个人。一啦，咁算啦。佢就系老板，佢俾咗好多好多机会我，一路鼓励我同支持我。我一定唔会令你失望噶。多谢你，荣老板，多谢。不清方向，喜悲不曾留印象。我对我自己眼光有信心，我相信海棠始终有一位企喺台上边，比冷都力更加细。希望冷小姐真系好出色，果然系天生好人。你又像冷小姐海棠咁，因为一个人，呢个人比梦同更加重要。终于知道原因。我到死，我都唔同任何人讲。同老板教我讲嘅嘢，我都会照讲。亦仲系一个有感情嘅人，我需要嘅只系听我命令嘅人。但系你一出喺我身边，我都知道你唔俾我见到佢。老板，所以我决定咗就坚持住老板。唔使靠帮我嘅神，你一样可以成为上海大侠。地球只有一种人可以完全接帮，就是死人。就因为同我太好，所以佢情愿佢自己死，佢都唔想你受到伤。
先知啊！如果你找到心目中至爱的人，好靓啊，是吧？你仲甘愿为他放弃晒所有的东西？